今天过来这里，在怡保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霹雳洞打卡圣地，今天过来这里逛一下，免费停车，小费随意，等于就是说还是收钱。下车。哎呀，有个人在后面收钱哦，挂着牌。哎呀 ，How are you？ Oh, bye, bye. Good morning. Yeah. Well, day for what? Yes, you wish any amount of parking. Huh? You wish any amount. Or any amount parking? Yeah. $2? You wish. Oh, very much, yeah.我们看到有旅游车过来，霹雳洞。讲讲霹雳洞，霹雳洞呢，坐落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的北部，于1926年由张先如和夫人创办，是马来西亚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圣地。霹雳洞呢，每年都非常多人来参拜和打卡拍照，里面呢非常清凉，走进去呢犹如在好像空调里面，凉凉阵风吹过来，非常值得过来观赏的圣地。今天很多老外过来这里参观，这边的话是卖平安灯。这些游客都是坐外面的大巴过来的。这佛像是南岛敦煌，到里面看看。How you feeling? Wow, look nice. 好漂亮一山洞。这里十八罗汉、降龙。开心尼萨是吗？念经啊，这个罗汉是不是本来就是罗汉？济公四财长寿圣香地藏，那边还有洞里有洞啊，那我进去这个洞里面看看，这里可以爬到上面去的。这一座佛像是大智文殊菩萨，别有天动啊，皆大欢喜啊，笑佛大佛像，呵呵，好啊。前面这座是千手观音，很多很漂亮的壁画，翩翩如生，这些壁画天南地一洞，这里有什么？哦，很多鱼啊，很脏，地下很脏，下过雨。这些什么鱼？哎呦！都在下面。嗯，对对对。你都没有买那个鱼饵、鱼粮、鱼粮给鱼儿吃的，没有买。哇，好漂亮的环境。前面的话就是江沙路，马来话说加兰瓜拉光沙，这属于一号公路。
难得这里有尽忠待望啊。你臭美一下是吧？大巴走了，下一站不知道去哪里。好漂亮的大巴。